加州，帕斯菲克格鲁夫，但我更爱它的另外一个名字——太平洋丛林镇。这是美西最受欢迎的小镇之一，就像一粒小小的钻石，现在广袤的太平洋沿岸。霍普金斯海滩上横着数百只这里最具代表性的生物之一——港海豹，被冲刷上岸的海藻铺成舒适的床垫。你看，还自带淋浴。港海豹是全球分布最广的海豹，从北半球温带到极地的海域，从海滩、礁石到浮冰，都能看到这种肥硕的身躯。它们需要通过浮在这些地方来调节体温，皮下厚实的脂肪能将热量牢牢地锁住。仔细看，港海豹没有外耳廓，耳朵是头部两侧的两个小孔，这无疑为它们增添了几分喜剧色彩。而它们对玩耍有着天然的喜好，似乎被沙子迷了眼睛。它们的鳍状肢又短又扁，因此在陆地上显得有些笨拙，但陆地上的蹒跚换来了水里的敏捷。月牙湾，水下藏着一座奇幻的海藻森林，深吸一大口气，自由潜入。它在哪里？港海豹能一任意姿势出没于海藻里空间，通过敏感的胡须来识别猎物，并且判断水源。我一次能自由潜水两分钟，而港海豹通过放慢心率的方式将氧气储存在血液中，它们能潜到水下900米，并在那里游弋近30分钟。因此，在它看来，我大概就是个笨拙又缓慢的海怪。